在全国人口普查之后，现在正在进行的是选区重新划分的工作，目的在划定公平选区，反映人民的最大利益，为自己的社区发声，所以相对的重要。您的声音，您的选票，样样不能少。每十年一次，为了确保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享有同样的投票权利，让我们大家一起积极参与这项选区重新划分的过程。